信心是第一个，决定相信，决定没有疑惑。能信之后，就具足了功德。要有愿，有愿是发心，释迦成佛了，我也要做佛；弥陀成佛了，而且是极尽法门。人人有份，只要你具足信、愿、行，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自己的毛病习气，时时刻刻能化解，这是真修行，无量功德。每一天用功，在检讨上。找自己的过失，看到别人的过失，立刻能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有没有，对自己修行有很大的帮助。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修就是修正，修正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，追求纯净纯善，他就能改过自新，他就能修行正果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两句话是宝，太好了。常常警惕自己，对人生难，是人生很容易，一个错误的生于意，往往人生就失掉了。地狱不能去，去了就出不来，不晓得哪一年哪一夜才能出来，很难很难。出来到这个世间，重新做人，未必遇到佛法，未必能遇到儒释道三家，你怎么办？遇到好老师，还要自己有个善心、善意，才能学得到。否则的话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这个机会也失去了，第二次再得到。这叫无量劫，不是想得到就得到，太难了。得到是多大的福分，过去多生多劫的修持才会有这个缘，否则的话当面也遇不到，遇到了也错过，所以珍惜缘分。念佛的功德不过是，但是还有很多许多念佛人在造业，我们在旁边看到替他惋惜，这么好的缘分当面错过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先把自己抓到，先学不造罪业，跟佛一样，要断贪嗔痴慢疑，烦恼的根要拔掉。学空老夫子，温良恭俭让，积德，德怎么修？念念不忘这五个字，待人接物用这五个字，温良。温厚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，最后一个仁让，
样样让别人好啊，要真干的。Oh.